想夸你，你就大义灭亲。一起去食堂吧。好，我带你去。我不去。不。谁说要带你啊？刚吃完你就走那么快，嗯，你是不是有点丧啊？啊，按成绩排座位，我这种学渣哪有人要啊？我能不丧吗？惠民中学可是最好的重点高中，怎么会有学渣啊？是啊，想当初我也是凭实力考进来的，要不是总得照顾我弟。你弟？啊，对，他叫苏慕云，一个自大狂，也在我们班的。就是很多女生围着他的那个，有印象。嗯，没想到你们是一家人，脾气和个性完全不像。是啊，他长得帅，长得比我好看。我呀、啊、是寄养在他们家的、但爸妈对我特别好，跟亲人一样。我是说你更可爱，脾气也好。真的吗？谢谢。谁？孽缘。什么东西啊？地三鲜，校门口盖饭 top 万几。嗯。狗粮的气质。地沟油的灵魂，我宁愿饿死。你就凑合吃吧，谁有你那么好的福气，天天有人给你做饭吃。你说孙家峰啊？嗯，各方面都很差，但做饭很好。快尝一下，这饭味道绝了。哎，高三了。你有什么打算没？高考。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？我跟群员准备报同一个志愿。哎，你跟小峰应该考不到一块去吧？为了我的饭，我去哪他就得去哪。哼，我是说你更可爱，脾气也好。就是怕浪费。